今天开会为什么没来？李向忠应该都跟你说了吧？他说你要退出，不想干了。昨天不是还说的好好的吗？今天怎么就想退出了？我接这个案子本来就是被逼的，我是因为你我才会认真对待这个项目。既然你那么讨厌我，换人算了。我没有讨厌你。你不喜欢我就等于讨厌我，明白吗？你喜欢我吗？谢小飞对我来说，感情是感情，工作是工作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对我来说，没有感情就没有工作。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这种人，所以我走，不玩了，行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没错，一开始我确实是看不惯你们这种纨绔子弟，我觉得你就是每天无所事事。但是后来苏州那一次以后，我对你很有改观。我觉得你有自己的梦想，有梦想就应该去实现，不应该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没有你，我要梦想有什么用呢？我懂，不用说了。明天开始，我爸就会派我弟过来负责这个项目，他一定会一丝不苟、认认真真的完成。所以你放心吧。这就要认输了吗？我这不是认输，是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，我留在这只会让我更伤心，你明白吗？你站住！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伤心的地方待着了。不会再回来了。再见。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什么也没说。是吗？我喜欢你。不想说。谢小飞。录音笔为证，你想赖也赖不了。你说说你喜欢我，你就跟我表白不就行了吗？啊，名正言顺的告诉我，何苦为难我，为难你自己呢？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？我们不合适。哪儿不合适？你告诉我，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你漂亮，我帅气，你聪慧，我睿智。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哪儿都配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绝配。其实，在 CEA 里面有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职员在这期间不能跟雇主产生感情。就因为这个呀？公司也是为我们好，怕私人感情影响工作。那很简单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事情，只要不让别人知道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要么答应做我女朋友，我喜欢你；要么我就把这我喜欢你，你跟我表白的东西，我告诉你们公司。你威胁我？嗯，没错，威胁你。你赶紧把这给我删了。那你答应做我女朋友？你先删了。我不，我怕你赖账。你把它给我删。向飞，你给我，你，哎，哎呀。你挣扎什么呢？你放开我！你再动我亲你了。我什么呀？作为男朋友亲你一下难道不正常吗？你无赖。没错，女朋友。行了行了，不逼你了啊。知道你第一天做我女朋友不大适应，会有点害羞，我不说了不说了。我会给你点时间慢慢适应，走吧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
哎，你是不是早就被我吸引了？偶尔啊，偶尔你智商在线的时候还可以。其实呢，我的优点还有很多呢。 说实话，是那次，在苏州的那一次，我觉得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是吗？哎，干什么？谈恋爱呢，坐那么远干什么呀？我只是给你一次机会。我是在把握机会呢。哎呀，这个公开场合，把手放开。 干什么干什么？你都已经做我女朋友，怎么还这个那个？搂一下还不行了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干什么呀？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您在找什么？需要帮忙吗？找瓶盖。什么瓶盖？我帮你找。不用你帮我找。 好了好了，好了。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你把我摁桌子底下干什么呀？我以为那个是肖翔呢。肖翔怎么了？我怕他呀。难道肖翔也喜欢？哎，你别瞎说，我怕他知道咱俩的关系。他知道了能怎么着？他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威胁他。 不是说好了，先不让别人知道的吗？谈着恋爱呢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正大光明点不好吗？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会有很多的麻烦。可以，刚刚跟我表白成功，现在就要甩了我呀？ 我这样跟你说，之前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过得很严谨，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控制得很好，包括我的事业、工作，都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直到你出现，你把我的生活整个打乱了，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失控，这种感觉很不好，我也很怕公司知道，所以……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保密还不行吗？ 刚刚就那么随口一说，看愁眉苦脸的，想想。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太委屈你了，对你不公平。我一点都不委屈，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刺激。行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跟你保证，我呢，一定会保持低调，而且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行了吧？对不起。别再说对不起了。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分手之类这样的话，连这样的想法有都不行。听见没？听见没？来，干一杯。等一下还要开车呢，不能喝酒。那你亲我一下。 我走了，拜。就这一句话呀？那还要说什么呀？嗯，不说，坐也行。嗯。你弹我干什么？我让你亲我一下。咱俩不是说好的吗？你看这儿有人吗？一个人都没有，亲一下就亲一下吧。 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行，走吧走吧，晚安，睡吧睡吧睡吧。